关公面前耍大刀，演艺生涯滑铁卢，孙明辉27秒内假摔违体犯规被驱逐，一套迷惑操作看蒙李春江，你可长点心吧。那可是史蒂芬森啊，在詹姆斯耳边吹牛逼的男人。摔技术犯规，技术犯规，确实，确实，这个演技有点浮夸。看他这个掩护，看篮，接好球，挑战不进球，经脉通了，每次突破啊都能得分。对，违体，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我不能到技术台。